化大连海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相关人员的管理。鉴于当日确诊病例中，当前确诊病例中十例为大连海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5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46例为该公司员工及其亲属、家属。在所有的核酸检测阳性病例中，该企业员工及其亲近家属所占比重达到了80%。经研判，决定对大连海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员工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加强严格管控，实施14日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至少2次核酸检测。